迎大家收看小Budget小挑战。今天星期四来到水南白巴松马拉，要挑战的当然是臭名的臭豆腐啦。难怪我一直闻到那味道，我以为是味道，就是很香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我闻到了，我不敢讲而已。我知道有，然后我不知道。OK，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里面，一定要不断的 upgrade 一下自己，是时候 upgrade 自己啊，女生。upgrade 自己可以吃别的东西的吗？臭豆腐不一样，你知道臭豆腐是人间极品，这不是我的人间极品。好，我接受，迫不及待哦。OK， 填饱你的肚子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去挑战。OK，Let's go。小 Q 臭豆腐是虽然拜夜市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档口，它的臭豆腐呢都是现炸至金黄色，再加上小菜和辣椒就可食用了。你知道吗？臭豆腐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它含有植物性乳酸菌，可以调节肠道，避免便秘的发生。所以，当你感觉自己便秘的时候呢，是时候来一份臭豆腐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那么多人排队啊！话不多说了，快去看看 Crystal 和 Gabby 今天的小挑战吧。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拿着这个 ，OK。所以我要把你现在的表情记录下来，啊，不是记录啊，记在心目中。你要用两个吃会比较顺吧？全部这样大块怎么吃？你咬一口不要，我可以吃完全部了。真的吗？我要。喂，哪一块哪一块？这块这块这块。辣的，我要辣的。这块这块这块。是吗？啊。我吃不到，我可以。我吃不到，我就去后面吐 ，OK？ Oh my god！ 你吃吧。不能哦，好像真的不可以哦，叫我自己独吃吧，有没有哦？有没有这样难吃哦？它更是它的味道跟闻到味道一样啊，然后它的，它就留在还有那个水啊。它爆掉的水是每次闻到那个味道。一块臭豆腐多少钱吧？你还给我吐掉整块？你让我还你，我宁愿还你哦。你啊，就正在挑战第二次啊！我们看能不能啊，不能的话我，不然的话直接看了是吧？啊。咬它，你要咬它，有汁逼出来了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要好烧过啊！有没有？哎，你拿出来，你不懂啊！怎样？这个我会怎样？要怎样？我觉得呢，不是还是不适合吃这样的食物。好像这样的食物比较适合这样子。这表情真不是演的，不能安慰自己的人吃的，不是演出来，真的是。你敢在这边讲不好吃？你刚才这里张口而已，你这样子吐掉，人家还没有来砸你。又怎样？我真的是吃好吧？所以这一盘算我赢了没有？1-1耶！可是你还是觉得难吃哎，所以你接受得到那味道没有？我接受得到，我接受得到那味道，可是我下一次不会吃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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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有一个挑战给你，我下一个挑战我已经给你说，下一个挑战是辣的。啊，辣的！你也没有，我确定你一定输。要不要 challenge？Challenge accepted， 下一期见，下一期见。欢迎回来，小Budget小挑战。所以，怎样？我上一期赢哦，1-1耶。OK 啊，这一期你一定输定了。可是这一期挑战吃辣的。所以嘞，我没有在怕哦。但是这个辣，你上那个韩国拉面嘛？那个韩国最辣的。我吃过那个韩国拉面。OK。所以我。你以为 you know? 你以为是那个，你就错了，因为今天要挑战的是两倍。哎呦呦！相信吃过普通韩国辣面的人都知道，那个已经辣得很夸张了。这一次他们竟然要挑战两倍辣，一样的牌子，一样的调料，只是辣度加了一倍。现在呢，就去看看他们能不能挑战成功。不过先讲好，谁先喝水谁就输啊。OK， 我觉得输的人哦。要在 Instagram post 一个最丑的照片，做惩罚。嗯 ，OK， OK， OK， only。好。Okay. Challenge accepted. 3-2-1。不用这样紧张的，准备不好啊！哎呦。音调哎。OK，
可以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先看你吃第一口这样子啦。我们吃第一口，跟观众分享一下到底是怎样的辣法。这真的是那个两倍辣面，不是那个第那种那个黑色那个包装，这真的是两倍的。嘿，隔壁先来啊，他很慢了。怎样好吃吗？老顺面只要是硬而已，淡了一点，但是辣我可以接受，我觉得辣，那但是可以接受。我是觉得很辣，不，我是不会喝水的，因为讲真的，因为它是后面的才是辣，它是那种麻的感觉，它是第一口你吃过麻，你是我不逼你 ，OK， 可是我是第一口。站起来了吗？不要呼吸，不要呼吸，米拉拉。这用体恤，我是用体恤，不是书啊，是。不是。我觉得那个不要分清楚，很能吃辣，跟吃辣吃到会流眼泪、流鼻涕是两回事，知道吗？你妈妈有眼泪啊，我有泛泪啊。哦。这点辣，这里面加少了。啊！这个不要给我看到你。没事，你要喝水就喝啊，不要冷了。真的，你喝罢了。你喝的话，我就可以喝了啊。好吃，这是 Gabby 的那一口，别生怕喝水，不要，我就是完了，真的吃完了，你就喝，吃两条面，好辣。还喝水，还喝水，还喝水！不要这样子，那样子都吃完了，我再喝水还输没？靠！我们为了要喝水，我们决定干杯，一比一。姐，我可真的是眼泪。我第一次真的喝到有吃到有眼泪耶。有冰块吗？还是很辣的。真的，我一杯水。你要介意我口水吗？你要装。真的。好来咬，好来咬。真的是。好好。我带着眼泪说这一段话，它真的是喝过很辣，它是很呛那种，然后你一吸吸气的话，就真的是更辣、更麻辣那种，然后喷一五口补血，这局算没有分胜负了，要不然就两个人在 Instagram post 大家的丑照哦。所以你们可以在我们 Instagram 或者是我们 Facebook 下面的 comment， 你们下一集要我们挑战的是什么样子？然后比过是辣的，比过是臭的。下一集由你决定，所以我们真的下一集如果要我们再挑战些什么的话，或者让可以看到 Gabby 投稿的话，
觉得那个辣还在我，我现在很耳鸣。小辣到眼睛都蒙了。喊我多一下，喊我多一下。啊！大声一点。啊啦啦！